听。听人可以，哪一个不行？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伦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是 TH。我太厉害了！太棒了！什么时候有这段的？就刚刚说的，因为我们是一个偶像。我不要你！今天就是重金礼聘到偶像团体。耶！来参加全新系列的就是韩文猜猜看大 PK。是，没错。因为相信你们都有去过韩国吧？没有。有去一下韩国或是看韩剧，有有，常常会发现韩文跟中文好像有一点类似。锦江，最喜欢讲锦江，还有大家最喜欢的花江喜，花江喜，花江喜，我问过你耶，花江化妆师，啊对对对对对，想起来了，上礼拜对有。类似像这种的词语非常非常多，然后我就想说把它整理起来，让我们猜猜看，考验一下大家，让大家就是猜猜看。是，你是说韩文类似接近中文？对对对对对对。紧张。好，那我们等一下呢，就是会按铃抢答，对，三位就是要 PK 一下，好不能放水哦。怎么办？我感觉我应该感觉他会赢啊，对啊，因为他要喊 PK 达人，哎、欸，他去韩国上百次，对，必会哦。没有，我觉得真的是有一点丢脸。我有稍微挑过，就是那种一听就是好像哎、欸、知道知道的感觉。哦、然后如果你们真的不行的话，哦、我再讲个例句之类的，哦，这样应该就比较明显了吧？可以，我跟你讲，大家也要跟我们一起猜，对对，你们要融入我们。OK， 我们现在来就正式来了，好好好，来第一题，中立，中立，桃园中立吗？中立是像中文还是像台语？像中文。中立。哎、欸，先说如果我发音不好，大家不要骂我。有吧有吧。我第一题是中立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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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要说这题是最敏感的喽。这算简单。中立算简单。嗯、我已经找到一家好奇怪了，安吉娜·裘丽。我是妯娌。太难的词了。不对，不是啊，不是，冲力，冲力，好，你提示啊，好好好，我觉得你需要冲力一下心情，整理，答对，啊、是蛮像，抓到逻辑了吗？有有有有有，有例句就可以了，有例句可以了，我不行，我不行，我也很痛吧，你好厉害哦，那我很厉害的韩文怎么讲？태바，我要说我很厉害，태바。好，继续第二题，第二题。好 ，Peku 就是运动类，运动类，运动。可以吗？我要不要好痛！我要不起，我要不起。好好好，排球，答对。那我想问。韩文的球是苦的，对，像足球是出苦，出苦，嗯，再来第三题，对不对？第三题要来了，好，大家冷静。图书馆，图书馆，答对啊！刚刚还想说偷收款是房东先生跟房东太太，然后房东太太先偷收款，偷收款。啊，偷收款，你好厉害，你好厉害！哎，等一下，这真的是韩文吗？听起来不像韩文的。不然你讲一句韩文说我要去图书馆。啊，偷偷观察过去漂流。哇，整任何句子加上以后就像韩文。好，再来第四题，对不对？很简单的哦。是黑 K。是清酒吗？哈哈哈哈哈哈！乱猜。是 K。哦，如果要念清楚，那应该是 C 可以耶。C 可以。Second， 所以是三个字，没有两个字，两个字，它是连音。Second， 需要例句吗 ？Second， 好例句，我们都活在这个 Second。啊！好，你先，你先，世界，世界，世界啦！世界，那两个世界，世界是日文。这两个世界怎么讲？2K 2K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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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2
太难了。第五题，第五题。吞伞，吞伞，雨伞，不是，土产，不是，我是，什么土产伞？青春家产，土伞，跳伞。
什么类型的？就是伞啊，运动类。对啊，伞啊，跳绳。不对。好，林旭来喽。好。这个周末一起去登山吧。那不就是一样吗？登山，答对。你再去，这周末一起跳伞吧，这周末一起跳绳吧，这周末一起，哪一个不行？再吧。好的，好，今天不离一分，恭喜。再是简单的，简单的。哎，你蛮会出题的，不懂还行吧？很厉害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，真的，真的。好，来喽。西讲，西讲，西讲，西讲。你讲韩文好了。西讲还是西讲？你要不要讲一个韩文例子？哦，你说全韩文例子？他搞不好两个韩文塞在里面，搞不好是不听，就听起来是厉害。好好，我想想。啊，西讲。오마랑같이시장갈래？完全没有帮助，听不懂。卡勒不是咖喱吧？不是。卡勒是要一起去吗？哦，要一起去的地方。对，地方。市场。答对。平手了，平手了。我说我们三个都平手。二比二。好，再来啊，下一题了，简单的，简单的。飞车，洗车，洗车。要猜啊！哦，这叫飞车，这洗车。对，洗车。对，啊，对，是洗车。我乱讲的，因为以为你还没出完。对。我刚刚只是想要开玩笑啊，真的就是洗车啊。因为他刚刚弄出一个很无语的，就是你们要承担。想说太简单，这题我也不好意思，我也没想到，我也没想到是谁家，这是你，好笑，这就零，好不好？好，那你用韩文讲，你要跟我去洗车吗？나랑같이세차할래？세차下在里面不合理，세차할래？세차할래？세차不韩文呢？它就是很像台语吧，对，很有趣。好，再来上一个喽，香水，我知道，香水，答对。哦，看我刚刚乱猜，刚刚猜什么？汤薯，汤薯是什么？汤薯就是衣柜啊，不是啊，汤薯是衣柜的台语，衣柜的台语啊，汤薯。哦，也蛮像的耶，也蛮像的。对，它台语不好，香水也蛮像，香水好，香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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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下一个 Pocky。Pocky 不是 Pocky 饼干，乱的。他想说，我把我把他当智障了。Pocky， 哎，有十八禁题目。早就成功了。差不多，快接近了，接近了。最近一个动作，这个动词，不是接近啊，音接近。Pocky， 我起，让他去，类似类似。啊啊 ，Pocky 啦！等一下，不是。好，那我又让他去，我们就 Pocky 让他去吧。什么？放弃？答对。放弃，原来是放弃，很会联想，很会联想，剪尾刀，就让他来弄剪刀。Pocky 跟放弃到底哪一项 ？Pocky 放弃，放弃，放弃。Pocky 比较像 Hockey 啦 ，Pocky 就以为 Pocky 跟放弃，对啊，你要说是 Pocket， 我还比较想知道。好，第八题要来了，好。温淼，莫名不是，差不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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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淼，我真的是缩小范围，对，就是淼，有点比较少用的字，你再说一次，比较少，温淼，温淼，命运吗？不是，不是，温淼，模棱两可，也太长了吧。跟名有关吧？有什么名？什么名？不是明明哦，不是明，不是明明很爱你的那个明明。你看他是什么造句哦？怎么造句？怎么造句？有点难造哎。啊啊！
算是一个不好用的字。对对对，不太好用。不好用的字还在哪里出题？在这个 moon moon 世界上，茫茫，平凡啊啊啊，普通，普通人。这里有这么难？它是很难用的一个字，比较难写，比较常写出来的，是文学性的字。对对对对，我们在这个温缪世界上是文明，对，文明，是不是很难造句？好，可以。我还都懂，普通人可以，可以，文明人可以，可以，蛮难造句哦。但你知道哪里人很常？中国人啊，因为他们满街标语都写文明乘车、文明购物、文明消费、文明啊，可以可以可以，很厉害。好，来喽，欢庆，欢庆，不是，很像，接近了，又很像，没有没有没有，我觉得他的很像范围，他的很像，就跟台北跟高雄很近是一样，真的很像，他的欢喜，环境，打住。来来来，等一下，他到底跟欢庆哪里像？因为他我要讲欢的时候，他以为我那个欢，就是讲欢。然后第二个正好啊，抖一下。好了好了好了，真的，第一阶段结束。现在才第一阶段，又平手。哎，又平手，好激烈啊！上职了吧？你这题应该剪很久哎。怎么办？我们是什么人？我们是。台湾人，我们是风雨人。没关系，那我建议你先录一个下集的开场。是吧？我们接下来要进入我们第二阶段，上一段很精彩。这样子也扣到我。好啊，好啊。